非常人拜托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这是三三吃饭秀。这是我是白童，我是飞山，我们现在在台北学中文。我们最喜欢的活动是走路脚踏式的菜。我们看到了很多台湾人吃不一样的菜，比方说北上人拜托，他们看起来很好吃，所以我们想用中文介绍台湾菜给你们。第一，我们会住台湾路上看看台湾菜。第二，我们想问台湾人他们觉得到底的台湾菜是什么，你们常吃什么家常菜。因为我们觉得台湾家常菜很有意思，所以我们想问台湾人那有他们的最喜欢的家常菜。在台湾的时候，我们想发现好香的味道，很香，好香，很好吃。第三，我们要去菜市场跟台湾人买东西，我们想知道我们在台湾的是什么东西，还想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菜。我想问台湾妈妈，你常吃什么菜？然后我们请行他们教我们怎么做台湾菜。我们会做容易也好吃的台湾家常菜。做完以后，我们请行你们吃一点，请你们只说好吃极了。请你们给我赞赞。北上人拜托。